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叫咩？黄建文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系 Nick Choi， 我系吉他手。Hello， 我系阿兜，我系 Bass。咁今次我第一次嚟到 Music Eleven 去表演啦，咁其实觉得好荣幸嘅，因为有人一起玩啦。咁阿 Nick， 你有啲咩嘅出品，或者最近有写啲咩歌？上年就寫咗幫 CEO Star 寫咗兩首派台歌啦，上年嘅成績都唔錯，超開心。我諗住轉戰做 model 咯，真係啊，因為夢想咯，以前嘅夢想咯。今日嚟咗呢個 studio 度見到我 feel 到我哋感受到自己真正做嘅。我就唔識寫歌嘅，或者其實而家試緊啦，又唔算係未識嘅。咁啊，平時都係幫即係唔同嘅獨立歌手去出 show。我覺得音樂係好有力量嘅，達到個個人都感受到呢啲力量，其實最緊要就係聽。佢將我嘅心情完全係變得 relax 同埋開心咯。一個人你冇咗感性咧，你就玩唔到音樂。音樂能夠醫治醫療我嘅難過咯。即係你彈吉他好似彈到 CD 咁咯，但係。我嗰刻我 feel 唔到你團火喎，我 feel 唔到你講緊啲乜嘢。咁但係，你唱得麻麻地喎，但係你唱到 pre-chorus 嗰陣，我眼濕濕喎。音樂係可以串連好多嘢咯，但係好多時都係圍繞住感性嘅兩字咯。嚟緊2月25日，4:00到5:30 K11，到時見。We love music。Music Eleven Here and Now， 你哋唔做嘅，做到自己。